那我放这儿了，想喝就喝就喝。你说，我这半辈子啊，这么好强，就这么一个结局。方彪还联系吗？最近都在忙着给你寻医问药呢，也没什么见面。那你们以后呢？还联系吗？该联系还得联系吧。好。哎呀，想一想，我记得那时候。你才8岁，我15岁，爸爸妈妈就去世了。咱们家的亲戚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，我就站在爸爸妈妈的墓前，我就发誓，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弟弟培养成人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大。我记得我以前没有做过饭啊，我记得第一个星期我垫着脚切菜。手上都是口子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不要哭，你要坚强，你要把你弟弟培养成人，把他带大。现在我也有成就了，也长大了，姐姐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死而无憾，也无所谓了。说什么呢？有所谓当然有所谓了。就按照您的要求办。我可不是说要求啊，我没有要求过你啊，姐姐是给你建议。建议？什么建议？我采纳你的建议。